今天是万圣节，马上就到万圣夜了。我们先开着车出来转一圈，看看这个白天还有阳光能看到别人的这些装饰是什么样的。晚上咱们再出来去拍小孩要糖的样子。哇塞，这大蜘蛛哎！哦，这玻璃上被狗舔的。总的来说，今年看小区里头的装饰并不多，可能也是有顾虑吧。哎呦，这是什么？踢球小孩的家长也在那要糖呢。哇，骑个小车在那要糖，前头有一大波小孩过来了。今天好几家都有这个大蜘蛛，你看这个，有的人就可能会在这块放个桌子上的放上糖，跟大家说，大家每个人呢最好只拿一块或者两块，让大家都有的糖拿，这样呢他就不用出来或者给别人开门了，把糖放在外头让大家自助着拿。去年我们家就是这样。我去，变形金刚啊！哇塞，这家给力。这个小恐龙。Hey Carson, are you sure? 哇，茶壶哎！我看着这被我们家狗舔的这玻璃。哇塞，今天苦了这个邮差送信了。邮差今天也穿的 costume。这老太太平时邮差都是下午一两点到，现在都晚上五点多了，估计是到处都是被车堵着，所以这车都没法开了。现在，哎，去年我就看这小子了，骑个鸵鸟。哟，那是两只狗。哇塞，那个小恐龙太好玩了。好了，到了晚上了，我们要出去了。为啥你俩又拿个糖啊？我们只拿一个糖。好吧。Liar, liar。你那是去人那儿掏糖去了。你们谁要看的有 KitKat 巧克力给我拿一个，我就现拿现吃。这家回回都弄得特别的 fancy。什么？哦，快快给我！你帮我一直看着啊，有就帮我顺过来啊。我去，恐龙。嗯，今年我基本上到现在为止还没见到有出来敲门送糖的，全是把那个糖放在门口篮子让小孩自己拿。所以今年也就不用trick or treat了。哟，刚才他们隔壁也有一只狗，他们撞狗了。小新在掏什么呢？别站在人车后头啊，万一车到了呢？这挑呢，你在这儿。哟，海盗船。你看那车前头放了一个这玩意儿。是吗？我去，这家把电视拿出来看来了，在草坪上看电视呢。这家很寂寞，就弄了一个，但是这个又更，这个效果更像古堡。
哇哦，这家在这烤肉呢。这家是一户中国人，我知道，他们家邻居。哇，这全是我要的 KitKat， 多拿几个，拿了四个，有点不要脸了吧？哎，这首歌怎么那么熟啊？有点冷清了。哎，奇奇妙妙跑哪去了？这小孩太酷了！哇哦，哇哦，哇哦，哇 ！Look at that！ 这家已经连续三年都放个大奶罩在这儿。弄得跟眼睛似的。前年小二子那张经典的鬼新娘就是在这块照的，这棵树底下。现在天才刚刚擦黑，你看人已经不多了，因为好多人今天都选择四五点钟那会儿出来，白天呢。往年这会儿正好是人最多的时候，现在都没了。为啥叫哇？我说你怎么叫我过来呢？这全是这个，哇天，太好了，拿一个。呀屁，太诡异了，那怎么有蓝颜色的呀？我这一路都在吃巧克力。哇，我有点热了。去年就有这只龙，今年着实的有些冷清啊。今年基本上就没有说过 trick or treat 吧？哇哦，又有 KitKat， 我都吃撑了。这房子是 Ellie 家的吧？This is smart. 从这儿滚下来，给。哇哦！为了保持社交距离，弄一个滚筒，从那边把糖滑下来给你。哎，这家也是。嘿。Yay! Thank you. You're welcome.哇塞，奇妙的一过来一。这家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糖，但是写了一堆字儿，让你在这看了半天，最后发现也没糖。一共写了六张纸吧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张纸，全是字儿，密密麻麻。你再看半天字儿，发现最后一颗糖没有。哦，兜里那么多巧克力，我吃不完了。哟，那是只像 Cersei 一样的狗子。奇妙妙小朋友受到了表扬，刚才地上散了一堆巧克力，狗出来了。奇妙妙为了让他们家狗不能吃巧克力，他在那帮人收拾了半天。养狗的人都知道，巧克力对狗来说是剧毒。哇，肯定又有 KitKat 吧？是不是？我看什么？什么？
后这两个都烂成这样了 ，rotten， it's rotten， 那叫什么来着 ？pumpkin pie 对吧？不是不是 pumpkin， 我再也不会相信你了，小儿子，你戏耍了你的父亲。谁戏耍的？谁去告诉你这个玩意儿？你戏耍了你的父王。这小孩转过来，转过来，哇哦！我爱吃这个糖，以后遇到这个糖也给我拿一个啊！哎呦，我都吃撑了。今天是月圆之夜，这家太酷了。哎，你俩走慢点，一是你爹年纪大了，二是你爹长那么胖，走不了你们那么快。第三，我这，哎呦，哎呦，你爹差点就挂了。你爹在还吃着巧克力呢，更来不及喘气了。所以，哎呀，累死我了。哇，又有啊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谢谢你。嗯，好吃好吃，不用再给我拿了，我已经吃够了。啊，吃够了，不吃了。哇，这么多啊！你看人小男孩拿着面口袋来拿糖，你们俩就背两个小桶。你直接把他那一桶糖都提了回家就得了，对不对？直接提了完就回家了，省得一家一家的要。他那一桶比你刚才走一圈扔的糖都多，直接给他一桶糖提了走得了。哇塞，这车！哎呀，今天下午去植物园玩就没有带小三儿姐，今天要糖又没带小三儿姐，在家里盼我们出去急得不行，对吧，三儿姐？If you like our channel, please subscribe.